大家好，又到了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哈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那对老师蛮赞赏的，就给按个赞啊。如果要留言就什么，滑到最下面啊。如果还有问题，给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现在在我中级班来说，已经快慢慢要朝高级班，所以东西来说出来的都是越来越少。哦，这都有三次了，来，这个三，这个三，这两个一定有三，所以这不能有三，这不能有三，这不能有三，这个就是三。好，再来往怎么样？这个三，这个三，这两个没办法确定哈。好，再来怎么样？这个三，这个三，这个三个不知道哈。这个三，这个三，这个三个不知道，那就此打住。那我们来看四哈。好，这个四，这个四，这个三格没有用哈。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四杀下来也一样哈。这个三格没有用，这个四杀下来，这四下来哈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四过来。好，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两个一定有四，所以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有四，这个不能有四，这个不能有四，这个就是哈。哦，蛮隐藏型的哈。来，这个四，这个四，这个四，这个就是哈。OK， 再杀过去哈，刚刚没有，不一定现在没有哈。这个四，这个四。这个四，这个两格不知道哈，这个四，这个四，这个三格你也不知道哈，那大概这样而已哈。好 ，OK， 大概就这样哈。那我们来看五好了，好，这个五，这个五三格没有用哈。来，这个五啊，这个五有三格哈。这个五，这个五哈，这两个一定有五，所以这个不能五，这个不能五，这个不能五，这个就五，好 ，OK， 哦，再杀在中间看看，这个五，这个五，这两个没办法确定哈，好，这个杀下来，这个五，这个五，这个四哈，这个五，这个五，这个三个哈，这个五，这个五，这个四个哈，那就是打住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好，看这边差哪三个哈。这差个一，再来什么？二三四五，一六九哈，这边有六九，所以放一嘛。好，那这边有六放九嘛，啊，这边就放六 ，OK， 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哈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就一哈 ，OK。好，再来杀中间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就一哈 ，OK。再来这边哈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就一哈 ，OK。查过去哈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就一哈 ，OK。好，再来杀上去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就一哈，一怎么样 ？Bingo 了，轻松愉快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九哈，我们刚九也出来新的人机哈，那个九来。这个九过来，啊、哦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两个有，但是没有用这个两个哈、哦。那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三个也没用哈、哦。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两个有九，所以这个不能有，这个不能有，这个就九哈、哦、，OK。啊、哦，再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四个没有用哈、哦。这个九过来哈、哦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两个有九，所以这个不能有九，这个不能有九，这个不能有九，这个就九哈、哦、，OK。再往中间三哈。哦，这个九，这个九，这个九九，这个九个九哈 ，OK。好，那再来看看，再确定是这个九，这个九，这两个哈，这。